好，我是可可。我们今天要出发去海南了，本来定的是20号，然后行程有变，要提前一天过去。因为孩子上网课，然后赶到他下课才去，时间有点紧，我们打了个车，等一会儿。一会儿你去奶奶家，想吃啥？回来我给你带。吃冰淇淋。想吃冰淇淋？嗯、满足。在家听话啊，听奶奶的话。在家一定要听话。嗯。车来了，走吧。你的东西就放车里就行，一会儿下车就要拿走了。好，走。表现好的话就可以满分吧。对。哥。哥，想我了，给我打视频啊。嗯。爷爷。去吧。对，这走。拜拜，拥抱一下。哎呀。行吧，马上就回来，不然就回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好，走吧。我回来了，我带你去买平板啊。好，走吧。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大兴机场。海南，我们来了。我们的时间比较紧，得跑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跑到海南了，冬天变成夏天了，对，都短袖了，棉袄都脱掉了。对，这边比较热，海风都是咸的，鱼腥味儿。天，哥出汗了，是吧？这边真热啊，现在夏天，穿短袖满头大汗。第一次来，对，看到没有？夏天，鸭子都给电打了呀。我们可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。从机场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，现在到酒店了。哇，看大家看一下酒店啊，好气派的酒店啊，老气派了。走，人生中又多了一个第一次。对，第一次来海南啊。哦，先签到啊、哦，先签到啊。签个到，然后回来我们这边再取房卡。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。天哪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因为就是这几天会陆续来很多创作人，能见到很多我们喜欢的作者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办好入住了，去找房间去。走。好黑呀！哇塞，来一下带泳池的啊！哇，带泳池的。哇，发现啥了？带着通着的。通着的。海藻洗不上，洗个游泳池也行。这个酒店真的 YYDS， 太棒了哈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哎，后边就是游泳池，哇，这么大！这还有一个这个。Hello， 我 Hello 北漂，我是运营旭旭，欢迎来到万宁西瓜 Play， 先祝你们玩的开心快乐。哇，真的。谢谢，我们的运营老师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360行，在西瓜，一朵北漂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